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亚当，今天很开心能为大家带来新的台湾骑车日志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上个月开始卖的贴纸已经卖完了。我那时候摆上去卖，就卖了3天，全部一扫而空。不过没抢到的朋友没关系，因为我现在又下定了1000张来跟我们 Bar Shop 来合作。如果想要印贴纸，我放他们的链接在底下资讯栏。那他们已经帮我开始制作贴纸，如果有开始卖的话，我会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。那今天还有一个好事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自己的好朋友汤老师，他也开始卖他的贴纸。你看我身上穿的老师的衣服就知道，我自己本人也很支持老师。那他出的贴纸非常帅，我们现在带你来看一下。老师出的贴纸呢，有小红跟小绿。那他出的贴纸都是 Shadow Racing 来设计的，非常非常屌的一个设计，而且画的非常的细。那你可以去 Shadow Racing 的那个 IG 来看一下。老师的贴纸呢，在开卖之前就寄给我，请我看一下。我真的觉得你把我的放在旁边，老师的比我大很多，我的算是可爱小小版的，老师的算是很精致，而且我的画风算是比较可爱的。老师真的是 detail， 他这所有的细节，不管什么再小的东西都把它画上去了。那我的走的是可爱风。那老师这个影片上，我这影片上架的时候已经开始卖了。如果想要支持的朋友，快点去老师的粉丝专页那边有连结去支持一下。那我现在就要把老师的贴纸来贴在我的包包上面。我包包上面很酷哦，它上面基本上就是我喜欢的贴纸会放上去。这上面是我自己的第一代贴纸，超级大颗，跟我的比超大的。然后还有我们午后骑士，还有我后两代的贴纸。对，是13N的贴纸 ，John 的贴纸，小莱姆的贴纸，然后这是弯道小模拟给我的贴纸，然后这是 Owens， 当初我买 Owens 的时候他送我的，非常屌。然后旁边这有姚大的贴纸，龙虾超人，还有小雨，不是小雨，反正他是小雨的贴纸。然后旁边还有我们的龟兰波火，还有我们欧文宇教授的贴纸。那老师在我心目中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，所以我打算把老师的贴纸放在最前面，虽然会有点遮到了，不过老师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所以我非常好，最好的位置一定是留给老师的。那我们现在把它贴上去吧。好，老师他这个贴纸的设计很溜哦，他这跟我有点不一样，就是他这里有两段式的撕法。那我应该是先从下面把它撕开来，然后贴上去。诶，这样非常简单，非常的好贴。那我们就现在先直接贴上去吧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贴纸都贴完了，现在来看到老师的贴纸在这上面，算是非常前面的一个位置。那当然最重要的位置当然是要留给老师啦。那贴这贴纸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贴纸是有一点透明的感觉，所以我 Owens 在后面白色的地方是有一点透过去的，所以这是一个蛮不错的设计。那也谢谢老师这么提早的寄给我这个贴纸。那想要支持的朋友，欢迎去老师的粉丝专页或他的 IG找连结，然后可以买这个贴纸，或者我直接可以把他贴纸放到下方的连结，大家去支持一下。那如果想等我的贴纸呢，再等个1-2个礼拜就会出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来开始我们的影片吧，走。哇，这超长，哇，超厉害。我跟大家讲一个观念，就算我边骑边拍片，我没在讲话的时候啊，我的这个 GoPro 还是开着的，当成是一个行车记录器。所以如果你也想要这样做的话，其实我蛮建议你多带一些电池的。我自己有带2颗电池，在家随身充电，充电宝，还是充电行动充啊，随便。反正台湾骑车，你还是多带个行车记录器比较好啦。我想台湾这是什么无奇不有，骑车骑到一半挤痘痘的都有。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亚当，今天很开心能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这一部影片。我们极限专卖那一天有邀教师来店里做一日店长的活动，那身为一个拍影片的人呢，一定要到场支持一下。然后到场前发现人潮真是爆满，非常多的人，我们的小伟还有我们的姚大都来到店里做一个支持。然后极限专卖真是非常酷，因为身为一个拍影片的人啊，
你对相机啊还有布品都是非常要求的。我到这边才发现他 GoPro 的东西， Insta 的东西，还有他的相机的东西都有卖，而且货真的不少，非常多的东西。我当天呢也是忍不住买了很多东西，然后这也就基本上你要求你要的东西这边都有在卖，所以极限专卖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。然后我们的小伟在这边给我做一个 model 的那个活动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店长，我们现在来访问他一下。好，今天我们来这里看到教室，还有见到我们极限专卖的老板。如果你需要所有 GoPro 的东西，还有你这边还有卖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还有 Phone IG 啊、DJI 类似的东西 ，Insta 360啊，那 GoPro Max、SA Cam 这些都有，蓝牙耳机跟手机架都有，都是骑士专用的，应有具有。我刚才到这边问老板，哎，老板你有没有这个？你有没有那个？整个拿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就算没有，他到后面再抓出来给你。所以如果你要来买东西的话，极限专卖，我会把他的地址放在影片上面。好，这里谢谢我们老板今天办这么棒的活动。谢谢，不会白谢谢。需要的人快来这边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亚当。我们现在要一路往南开，跟老师一样，可是我们是在台湾版的一路往南。我们要去高雄，跟我们自己的好朋友馒头办事情。Hello。然后我们这次路上会去台南见一位粉丝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之前在贴纸开卖的时候，这位粉丝他有密我，然后他说我贴得很帅，很想买，可是他没有钱买。那大家猜一下，这位粉丝年纪多大？你们应该猜不到。他其实之前有在我频道我有讲过提过他，他名字叫做汉汉，他小学四年级而已哦，小四几岁啊？十多岁吧，十一岁左右。如果有讲错的话，汉汉再帮我补充一下。反正汉汉是小学四年级左右的粉丝。他有看我的频道啊，安家小狼啊，小陆龟 YouTuber 的频道，二轮的他几乎都有在看。然后他这样密我，他说他想买可是没有钱。我跟他讲没关系，哪一天我有机会的话我再亲自拿给你。那刚好借这一次跟着馒头下来南部办事，我想说路上经过台南去找他，给他这个贴纸。然后汉汉期待一下，我们马上就到，在两个半小时就到了。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见到汉汉再拍吧，走。多利怎么拿着我的 GoPro 啊？我们现在在这边等汉汉本人带来他的贴纸。我们寄贴纸都放在这个信封袋里面，对吧？现在在等汉汉本人下来。Hello， 啊，全家都出来了。你好，你好。我们这特别来送这个贴纸给你的。好，你要不要拆开？会不会害羞？不会。不会。哎，你把它拆开来啊！它是我们第一个粉丝自己送贴纸下来的，有哈，是不是？这证明，这真的是贴纸。你们给镜头看一下，在这边，耶、yeah ！看看有没有，就是晚上几点睡觉？很晚了。嗯。老潘水，我们今天从那个台北直接开下来的，对吧？啊，你拿到开心就好。嗯，你不要晚上睡不着觉。啊，还有这个上次忘记给小陆龟的哦，那个要给小 J 的。这个这是要给小 J 的、哦。对啊。好酷哦！这是你画的吗？原地结婚小 J。那这个小耳脸就变成那个。因为那时候那个小耳的脸太小了，然后就很难画，然后刚好勒缩下来又会变小。没关系，这样就对了，把他脸画的怪一点，我最爱。所以这是给尾 J 小尾小 J 的嘛？对。OK， 我会帮你转交给他们。嗯、小尾小 J， 这个是你们的，这是小 J， 这个是小尾。那我差不多28号回去，我再拿给他们 ，OK 吗、嗯？好。希望你以后好好读书，长大跟我们一起骑车 ，OK 啊？好。啊，那你们先上去吧，差不多10点要睡觉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差不多要出发去高雄了。那先这样，汉、嗯。晚安。咱们有空以后车距再见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先这样了。跟观众要不要说拜拜？拜拜，拜拜。